向上，而且左右摇晃，以保持平衡。但是今晚，这条蛇成了捕猎者。这就是人们为什么说蛇有一个骗人的舌头的原因。尾巴蜷曲，就等待发起攻击的那一刻。但是这种蛇在搞定猎物时更干脆一些，它会先用自己的身体将猎物缠绕起来，然后越收越紧。